当年五月节过后，是绿竹笋太出的时期。新竹县宝山乡农会今年就举办绿竹笋品鉴会，大部分比赛的发通平台，而也都农民来交分心得。人为三十八年的成员，还用自己些好奇心的观念来和农业生命争，就会希望农业每天的都是台。平时上山提看绿竹笋的食和果米时，笋农就提顺风相互交流讨论。笋农讲对五月中开始的梅雨季，陆陆续续落下爱一整日的，都是提过笋、提过苗的，直到今年的绿竹笋生长变啊过慢，只有过去的经验，每年的产量大约有750公吨的绿竹笋，今年一天会受到天时的影响，产量会减少。你咧当当落雪啊吼，个因为竹笋啊吼生好慢，好慢唔好太挑，也可能会影响到四箱左右个产量。雨水事实上对绿竹笋来讲，其实它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只是说糖度略微会稍微淡一点。为了天数二十头的脚步，三十八的老农民在农会人员的指导下，年初开始提好加农站，第五年的还完成的农业的设计。未来还那希望利用农路平台的推广，唔但请日本消费者还那安心，咪希望将绿竹笋变作梦想，鼓励后生人回到家乡来耕种。因为今年人口老化，后生系望眼而做。现在的老人跟安多水很能够吸引安多人，人客转来，两个安多诱因，可能后生人归于回游的情况，俺那个理想是安样因啊。我们对于这青年农民子多给他补助，然后把老人家卖做的个的顺延有无转借本后生的来做。哦，是讲维持绿竹笋，还有一定的耕作面积。宝山农会讲，绿竹笋品鉴比赛得到头六名的笋农，将要继续提六年的下半场日参加桃园农会创所举办的北区绿竹笋比赛，为宝山乡争取很好的名声。客家新闻王文耀，新竹报道。